啊，黑丝，黑丝，黑丝呗。好好看啊，我腿好长。还有能有多长？比我命还长。我三十多岁人，我什么腿没见过？真的又细又长，太严了。哎呦，行了吧，赵月月，我陈乔这辈子眼里只有你一个女人，任何女人入不了我的法眼，你记住了，多长跟我都没关系。是真的很漂亮，你看一下吧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啊。我看了，到时候你又生气了。我格局这么小吗？这么爱生气、啊？真的不生气吗？不生气。那是你强迫我看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强迫你了。哟，这腿。哎，哎，不是说好不生气的吗？你刚刚什么眼神啊？哎，赵月，你逼着我看的，我看黑丝什么眼神不就什么眼神吗？我能看出来什么花？那我问你，啊，他好看还是我好？他，他，你如，你跟他之间就没有可比性。你就直接说呗，啊，到底他好看还是我好看？那你非要这么问的话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黑丝无敌。